现在我们这边是到哪里？到海景第一排。才刚停车就发现有人在清洗血迹，血迹，我是说血迹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住这边住多久？写信告诉我，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？你是是台中人吗？哎呀，台高啦，台地，台地，你住倒位？台安，今天调换整个冰箱都是。第二只，无半只啊，看错靠你去，黑人大个啊。台中有没有什么老司机的地区？老司机，所谓的老司机是怎样？晚上的老司机吗？我当然多了，你又问对人了。来到台中的市政府，然后来找台中市长，在这里点一炷香。如果香烧完我还没出来，就不要等我了。没有接受采访，老板我尽力了，撤退。都回来了，大家。我讲话起来，可是住台中很久了，然后我们其实国籍是哪？国籍是国籍啦。对，在地大家。对啊，公读三下地啊，第二啊第三个机动一个就我身体。可以不可以问一下那个弟弟？弟弟不好意思，你有没有看过《天外奇迹》？你算专谁？没有。你是算嘴尊？天天兄弟啊。台中人。台中人。丰原啊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有男朋友。好，那我们先离开。苗栗，我们是姐妹。他只要花到什么程度，对不对？你当然要几百块也有啊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介绍台中的美食吗？我最喜欢吃的可是霸王而已。大甲就是在地的粉肠。上次吃太阳饼，台中人在地不吃太阳饼、啊。台中太阳饼比不过奶油酥饼啦。咱家都级别啦，连敬奶鸡是大中啦。那请问一下，苗栗有没有什么美食？台中中啊，吃牛爸爸。那你有吃过庆记吗？没有，都吃全家什么？全家那个我都吃那个起司贝果。啊？真的假的？面包了，面包类。你朋友怎么？啊，明出代志啊！哪里有机会去台中公园附近？今天会经过吗？啊，今天。台中是文化城你怎么能问我这种问题？各居然不要去。台中是很书香气息的一个城。我以为你要说书鸭气息。你平常列甲辣椒酱。我下面看不出。东泉辣椒酱。哦，东泉的没外啊。不会、欸，因为不是台中人。你们台中的朋友会？会，一定会，一定会。东泉辣椒酱大概打几分？一到十分。十一。威赛有卖，一万三十。好，那问一下，你们有看过这个人吗？在电脑给我一点点的冬瓜，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没看过。哦，焦哥虽然吃过啊，十分呐、啊，十分吗？九点八吧。再问一次，你的彪哥水饺打几分？满分就十分。哇，那个有亲手你让我韵味啊！你在窗外看到你就想过去啊，双飞好不好？姐妹档是不是？那这是听别人讲的啦。大哥，你在今麦起钓在上面啦？我也招募一点。台中市长，那个女生。今麦台中起钓在上面啦。谁老的啦？卢秀燕。啊，苗栗。是一直连任的那个。在台中有看过枪，是不是？枪，你是说怎样？踩到子弹那么枪，是不是？不好说了。台中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然后你这边骑摩托车会被包？还好，就倒是还好，除非你是三宝。很长哎、欸，我蛮长的。比较起来，台中感觉就比较凶哎、欸。比较喜欢苗栗还是比较喜欢台中？交通，苗栗比较和善一点。对。啊，如果整个环境，台中。我呐，也这支吼，你也敢来用这支来喊，都唔敢啊！我台中人马上做派，我到啊！我今晚是咩啦？啊！台中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你刚为什么敢那么呛？我以为是我有枪。那、啊、你刚那一把是？AK， 啊，买多久了？不知道，我好像我爸那时候走，我说出来还是要一点东西。我们赶时间，我们要走了。哦，那不好意思，没有急事。好，有够尴尬。好，这样，我这样会不会害了我？问题，你的一举一动全都被我看穿。不同等级的 level， 我们不择手段。一直抱怨的号码根本没人要听，飞不来到我的地盘，你最好小心。啊，大哥潘仔，你到我调过 F4。什么 F4？F4 是什么？